在众多的领域里，例如老年护理、食品加工和医疗服务，乙烯手套都是员工的主要保护装备。可是，您是否知道您还有更好的选择？丁金手套与乙烯手套相比，具有更高的性价比和更好的保护屏障，可成为所有领域的首选手套。因为丁金手套的渗透性更低，抗化学性能更强，所以能有效地降低您与周围的人交叉传播病菌的风险。相反的，乙烯手套耐化学性更低，细菌、病毒和其他有害微生物会更容易渗透。食品安全管制系统指出，一些用于生产乙烯产品的塑化剂已被欧盟列为有毒的物质。丁金手套结实耐用，拥有极佳的防护作用。乙烯手套在高强度的情况下无法耐用，因为手套的保护膜很薄。研究显示，当使用乙烯手套处理高强度工作时，有61%几率容易断裂或被刺破。然而，对于丁金手套而言，这就不成问题了，因为它只有低于3%或更少的破损率。如果员工无意使用了破损的手套，就有可能发生因工作所引起有法律后果的健康和安全问题。丁金手套非常贴合手型，具备高弹性特质，这有助于减少手部疲劳，并提高生产效率。相反，乙烯手套弹性低，袖口松，使穿戴者不贴手、不舒适。乙烯手套不仅对环境造成严重的威胁，还会在经过处理后释放污染物质，例如二铟和氯乙烯单体。总之，丁金手套有卓越的保护性能、高性价比、更舒适及更环保。请做出您正确的选择，选用丁金手套。